想到这个桃花朵朵开，来看到艺人萧亚轩跟柯震东的亚东恋，两个人到底是不是一对恋人呢？到现在哦，两个人都说只是好朋友而已，但是呢又被媒体观察到说他们在微博的公开互动非常的频繁。柯震东在22号微博的粉丝破百万哦，萧亚轩就很大方在微博上留言祝他粉丝迈向1000万，还说接下来世纪在你手中，期待你的新作品。柯震东则回应说，我会好好努力，真心谢谢你的祝福。而双方呢这样你来我往，让很多网友都留言说真的是祝福他们。